来来来，海哥的双打来啦！这个球处理的就有点不太好，手上完全没控制住。你们每次说让我换一个角度，我今天换了一个斜的，但我觉得这样实在不好看呀。放在后面难道不是好看一点吗？哇塞！海哥是专门打双打的，这种意识都很好。反正是我这辈子也达不到的高度，我真的是很不会打双打。这个球场的灯光有一点暗，它比较小，只有六个场地。对面那个白色衣服的是在深圳当教练的，在业余的里面打得也算可以。然后红色衣服是我们的朋友。双打接发球，如果在上面出手的话，球对对手的威胁就会大很多。我的天哪！双打这种连贯的意识非常的重要啊！如果这一个球跟下一个球没有连起来，中间脱节了，你这个整个节奏就不对了。这完全就是没有连贯上，他以为这个球就不死人家了，本来应该他还要下一个球再接着来的。像这个球大家看到没有，在后场杀球，他就是杀完一个就站在那里看一下，完全没有连贯起来，这样子就会慢一些。像海哥他们练了这么多年双打的那种连贯的意识基本就是潜意识了，我发完这个球我马上就知道下一个球要连贯去哪，也许人家不打，但是如果人家一打我就肯定要打他。举起来，这个往前的，刚刚这一步就慢了，刚刚他应该能抢上去扑了的，已经从地上拿起来，肯定就没有直接从上面拿快，看到没有，就是这种连贯。但这种球路以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出视频的。双打就这种连贯非常的重要。有点帅吧，这个双脚起跳。太棒了吧！
他今天变成了渔人小海。他今天早上起来的很早，就想去赶海。欢迎大家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爱你哟！